好，那这一段呢，按照最简单的和弦方法就已经完成了。那第二段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有一点变化，所以我就左手弹一次，右手弹一次，但是还是弹完全一样的和弦。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。好，那第三段呢，就是我们左手弹一样的和弦。